刚刚我在这里把油加满了，问了一下这个加油站的，他说可以加得了水。我们就在这里加点水吧。这里的，他们这里有厨房。我们在这边接还是这边接啊？啊，厕所是洗漱的啊，谢谢啊，师傅。你们在做饭啊？哦，看一下你们做的什么。这个叫什么呀？面条啊。好香啊，蚊子。不知道我们那个能不能在这里可以接的上得了不？先看一下来。吃饭了，好吗？开。先看一下有没有水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可以。今天晚上可以洗澡了，给它搞进去一点。这里约上了。可以了。应该不会漏吧？还行。把它捏着的这个头大了。把另一边去开上，再把水泵也开上，可以了。咱们这里面，刚刚我又提了两包水，再把这个衣服给它洗上。要满了吧？还差一点点。差一点。刚刚去买了瓶玻璃水。啊。还在这里买了条烟，我看他这里有烟卖。啊，那就买呗。感觉别人这里水来给我们家了，不消费点感觉不好意思。我们脸皮薄的。给他加了来。这个水应该马上就要满了。因为这几天在沙漠里面都没有加到水，这加到水呢可以洗澡洗衣服，其实挺好的，特满足了。这走了几天沙漠，能洗澡的话已经太好了。那一身头发上全都是那沙。嗯，现在开了，把那个加了来。行。玻璃水加了来。我去把那个盖打开。对。没开，咖啡，你要去开吗？好了，看一下这一瓶能不能加满，还是再剩一点了？应该剩不了多少。剩不了多少？哦，我就感觉喷的时候好像没了。我就说嘛，就没剩多少了，关着了，先用着了，是吧？我再去拿一瓶嘛，这里有。那你再去买一瓶嘛。这人的脸皮是真薄啊，又买了两瓶冰红茶，还买了一瓶这个，又拿来加在这里面，还剩了一点啊。装不了。装不了就算了嘛。放在后面了。啊，放在后面。给它关下来，这会儿要扛结实哦，不扛结实的话那吓人哦。这车里面全是灰。嗯。这些好多沙。很多沙吗？嗯。干嘛？这黄的呀。哦。那不是沙是什么？关它。那个盖子没盖，在我这里，给它盖好。今天找的这个停车地。不错吧，这旁边就是治安岗亭，车就停在旁边的。哦，又在刮风了。本来这里面是一个胡杨林的公园还是景区，那里面那车旁边是大门。刚刚我们过来的时候
本想着开进去的，结果门口的保安大哥给我们说他们下班了，叫我们明天早上8:30再来。这整的，本来想进去到景区里面去过夜的，结果进不去了，太晚了。我们到这里因为刚刚加油站那边加水加油耽搁了一下，不然的话都能进去，进不去就算了吧，就在这里住吧，一样的，可能只能说稍微绕一点，因为旁边就是公路，管它嘞，没多大关系，对不？好多天都没有看见这么干净的天呐、啊！那几天天天都是那个沙尘暴，这看着多漂亮这个天。既然它里面进不去了，我看外面这种应该也是属于胡杨树吧？是吗，朋友们？因为我没到这边来过，不知道。看样子是有点像的，这玩意儿不会是桉树吧？桉树不会像这个样，但是这个季节它的叶子是绿色的，到了秋天它才会变成那种金黄色，应该金黄色更漂亮，对不？秋天的时候，那对面那些全都是胡杨林。看吧，那大货车那个牌子那里就写的景区入口嘛，我们从这样下来，结果下班了不让我们进去，明天再看吧，进去逛一逛不？这边也进不去，这边有那种铁丝网给拦着的，其实那里也有挺大个停车场的，随遇而安，停路边也挺好。这一晃天都黑了，这边天一黑就是10点多了，菜也做好了，随便做了一点大杂烩，但是麻辣口味的是我们比较喜欢的。这一人整瓶，大夫叔他那个只有半瓶，因为刚刚我做菜的时候倒了半瓶进去。舒坦，这个还是自己喜欢的口味，吃着比较巴适。咦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啊，香菜。那玩意扔在垃圾桶里面的，你这里不是有吗？那碗里面的我刚刚才给你弄的，快点出来。那你们拿来下放在菜里面，我也狗粮也要下一点。快点呢、啊，你这狗粮里面这还剩了一点呢、啊，快点吃。哎，我转过来说他怎么咬着这个在那里叫，这玩意好吃吗？啊、嗯，这不吃哦，吃不得，乖听话，去吃碗里面的。一脸懵逼的把我给忘了。这整的酒足饭饱，刚刚咱两口子又把澡给洗了，现在洗着衣服嘞。哎呀，想想这三天过着真是不容易，跑了3天的沙漠公路一直没加到水，你们想一下那沙漠公路怎么加水，好像那旁边不是有那种房子他们浇树的，但是那个水好像是咸水，我们也没敢加，所以说一直都没敢洗澡。今天终于加到水了，澡这些洗了，感觉浑身都舒坦了。一人的话可能洗了2斤，轻松了啊。那个沙下来，那头发上哦哟全都是，感觉在这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面也能洗到澡，真的是太有幸福感了。对，感觉就和中彩票差不多，感觉比中彩票更有幸福感。虽然说我们也没买彩票，也没中过，反正就是那种感觉吧。澡洗了舒坦多了，但是这边还是挺热的，就是澡洗了也要吹着风扇，这再吹会儿风扇，看会儿电视就休息了。现在也不早了，12点多，快1点钟了，再看会儿吧，看会儿就休息，明天就直达县城。